挺好吃吗？真的挺好吃的。那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就是刚吃饭，我们散散步怎么样？好，好。嗯，我们去哪里？去那个未来科学家大街。好。哦。那我们地铁就今天先不坐了。地铁呀、地铁我们明天有坐地铁的。哎，明天我们不就去开城？哦，明天晚上去开城，然后在开城住一晚。哦。这边是下班时间吗？对，现在几乎都是下班的。一般是几点钟下班？一般我们6点下班，然后也有人就是有工作没干完，就能晚点下班的也有。哦，早上几点上班？大概就8点到9点之间。嗯，这边打电话就是贵吗？我看很多人都有电话。嗯，不贵的，我们话费挺便宜。一分钟多少钱？国内的话？嗯，一分钟啊。好像是0.0几，这个好像没算过，反正是就很便宜。它是包月吗？可以包月吗？按炒币算的话，一分钟就几百块钱吧。哦，我觉得不到那个人民币几毛钱。哦，对对，几毛钱。哦，咱们要不先回车上？好，他慢慢跟过来。哦。像我们来这边是不能够办这个，当地的这个手机是不。哦，如果你们想打电话的话，可以申请的。啊，那个卡就是专门为那个外国人的那种卡。啊，那我们想办这种一分钟几百钞币。就是没有，国内的，我们只有那个为那个外国人就是使用的那个电话卡。这条街呀。现在这个是那个高丽宾馆吗？对，喜欢叫那个高丽街。高丽街，是不是还有个叫什么解放什么？解放山酒店。解放山酒店呢是，离山这里不远，然后拐过去就能看得见。这边这样的街多吗？就有多少条这样的大街？有很多。啊、有很多。大街有很多，光复大街、统一大街，然后昌田大街，还有胜利大街、光荣大街，大街有很多的。哦，这个是主干道。嗯。对，不过现在是都知道是旅游景区。这是交警吗？什么？这个交警，交通警。哦，对对对。负责交通呢？做交通保安员。交通保安员。啊、他们超市的交通保安员，女的都是很漂亮。对，确实很漂亮，而且就很有精气神，气质很好。啊、哦，就感觉做这个事情，感觉很用心在做。你们三位都是第一次来吧？对，第一次来，所以很新鲜。那小朋友。就是，多大上幼儿园呀？幼儿园五岁。对，五岁上幼儿园。啊、幼儿园有2年级。幼儿园上两年。上两年。然后再上小学。小学，然后小学毕业后呢，就上中学。啊。初中3年。小学几年？小学5年。小学5年，初中。初中3年。3年，高中。高中3年，这样是12年。的免费的义务教育，然后大学呢？大学不是，这个大学也是免费，可不是义务的。啊、那学费多少钱？大学一般？学费没有啊，大学也是免费的。大学也是免费。对，哦，大学都是免费。啊，那真不错，就是考上就行了。对，考上考及格了就行。难考吗？感觉？难考，很难考。一般的100个人选几个人啊？选30个人吧。哎呦！我们需要带安全带吗？没事啊，没刻意要求。哎，他们早上是几点上班？8-9点。八九点。
啊。这边公司是不是一般都是国，就是国家的，属于国有？国营企业。没有私人的。对，都是。啊。包括像旅行社也是。对，我们旅行社就是几乎就是在街道上卖的那种冰淇淋小店也都是国家的。冰淇淋小店也是国家的。啊。我们朝鲜人来说没有私人这种概念。啊。没有私人。对。那就是孩子读书，从幼儿园到高中也都是由十二年，对，大学也是免费，十二年义务教育，前面都是就是对完全义务。大学虽然不包括在那个义务教育之内呢，但是那个考上大学也都是免费，基本免费啊、那生活费呢？生活费是工作单位发的，然后我们一般就是不按这种工作费来算，你一个月的这种工钱的都是供给的方式。工钱是供给的，供给就是柴米油盐都是那个。哦，读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学有奖学金。哦，大学是靠奖学金。对，那拿不到奖学金的呢？拿不到奖学金，那也能拿到奖学金。要学习好能拿得到。哦，学习不好就是学费就是由国家负担，但是生活费就是看你能不能拿得到奖学金。不是，生活费也给的，哦，生活费都是包括生活费的。然后大学嘛，毕竟是学生。再说了，上大学的一般都是学习都是好的人，都上大学，就是未来的人。冒犯问一下，你两位是夫妻吗？对对，我是男的，男方，他是女方。你们三位是朋友之间？对对，对是同学。同学。三位都是同学。对对对，以前在。同学的还是。大学同学，以前在武汉。有差别，他们俩比较老。对对对。您太年轻了。对他比我们年轻几个月。几个月。年轻几个月。对，其实。工作的辛苦的一般就容易老得快一些。也老吗？也老吗？我们是做那个帽子。帽子。就是做的就是戴帽子，我们设计帽子。啊，设计帽子。啊，然后在那个。特别的。对。挺好的。真的，这边不错。我们以为来这边。就是说什么也不能做，然后那个也不能拍照，也不能什么的。哎呀，不能拍照，也不能交流。对啊，但实际上这边就真的是很不错。一直都可以。你看他们排队公交车。就是。公交车排队。特别的规定就拍照呢，就是得到那个地点，目的地拍照最好，然后就是个别人是最好是不要拍，因为他们都不喜欢被拍到。我们都有拍照的礼节嘛，入乡随俗嘛的。就不能说对着别人这样硬拍，对吧？这样远远的拍就没关系。然后什么个别车辆啊，都是得避开的。反正就是到时候如果不能够拍照什么的，然后你就和我说就行。啊，好的。哦，这边楼都很高哈。这里就是那个未来科学家大街。未来科学家大街这边。这边主要就是相对给那个科学家们，给科学家的分配的啊。这都是些吃饭的地方吗？这是2015年，进行一年的期间完工的这条。一年完工，2015年。对对对，然后这下面都是好几组服务设施。在地下。就在一楼，一楼这对服务设施，然后幼儿园、什么托儿所、学校都集中在这。现在就是这边是不是旅游业会就重点会扶持发展？就希望肯定会发展的，希望更多人来玩，是吧？目前就是旅客，尤其是中国旅客。啊，对，因为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推荐更多的人过来玩。我们下车了啊，下车。好，谢谢啊，谢谢啊。现在我们7点钟。晚上8点，时间快一个小时。时差更新了。8点，我们手机也更新了，自动的。最好把自己的手表或者手机调一下。那个对，然后我们以后的路程都是按我们平常时间来安排。好的。
学家大街。哦，就这个楼。一条路都是长街。它那是什么意思？上面？重视科学，还有重视人才。啊、哦。重视科学，重视人才。这俩栋是主建筑吧？这两个。就核心区域啊。这些大街的那个所有的房子，都是国家免费送给科学家还有教师。哦。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朝鲜呢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然后就建立了这么一条的大街，整条的大街，然后都免费送给了科学家和那个教师。他们都在这里住下来，然后那个家里还具有高档的家具，还有什么生活用品，所以他们都搬来的时候空手搬来的。哦，就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对，因为在我们朝鲜的这些住房嘛，然后看病、上学这都是免费的，就我们叫做三大免费政策。哦，三大免费，所有人都免费得到房子。哦，就所有人都会有房子住。对。那乡下也是，就是会给咱们房子吗？乡下什么意思？就是乡下。哦，乡下。就这现在不是城市里吗？在农村也都是免费给他们配房子。哦。一般农村的话就是平房，然后那个城市的话就是楼房。哦。那好，就完全不用交费。那水电呢？水电费我们因为在朝鲜嘛，完全没有税。啊、没有税。就电费啊，水费啊都没有。没有，都没有。物业费也没有。对，这就是叫做社会主义国家。对对。朝鲜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没有税。啊，那个朝鲜人就根本不知道这税一个字。那就说你们就是有，正常就是工资收入还是什么收怎么？就是我们不叫工资，就叫生活费。生活费。对，有生活费。生活费是，就是统一分配。按照什么那工作的高低都是不一样的。啊。生活费一点点的差别，可是没什么大的差别。哦。因为我们在朝鲜嘛，那个住房那个房子啊，然后那个什么看病上学，然后都是免费。哦。然后没有税，生活费用不上平时也。对，买什么那个吃的，还有也买衣服的时候就要用钱。哦，自己买一些其他的额外的一些。对，额外的一些。那像就是说，比如生病了。那医院是就近，就是去医院。对对对。那乡下的呢，也是当地乡下也有医院的，也有诊疗所，还有那个什么专科医院，什么都有的。那就说如果乡下，就有些大病啊治不了，是不是就要来这边？也可以。它是自动分配过来。对对对，自动。那个乡下的医院开个什么饭啊，然后那个写个信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来到这个城市里的大医院。资料。就移过来。移过来。这些楼是，这边也是。这边也是，就是都是住宅楼，民用住宅楼。所有的都是民用住宅楼。这个是研究所。研究所啊。是研究所。那怎么才能够就是叫科就是成为是科学家？是因为大学读得好啊，还是说，怎么就科学家是怎么评定的？科学家大学毕业后得到硕士啊，或是那个博士，然后教授那些，得到那些那个证书，可以叫到科学家。然后那个你们也在中国好像也都听过，在我们朝鲜现在以前好多次进行了什么核试验对，那些制造核试验的那些人也都是叫做科学家。就重要的项目或者说本身在领域里比较有成就的，但是基本上就日常的福利都差不多，只说住的可能会优先会他们好一些。对，房子也面积也很大。一般是多大的面积？在我们就平壤市内的楼房的那个面积，到80到150，甚至也有180-220的。那这里的大街的那个。房子的话，面积大概是120多。小心。那出租车呢？打出租车多少钱？打出租车？就是按距离算。1公里
应该是差不多1美金到1美金。哦，那挺好的。就我们也可以随便打出租车是吧？嗯，可以。可是我们不是有专用车吗？对对对对，专用车。对对。不用不用打了。那比如像中国人来这边，就是目前还是只能够跟团，不能够自由行。嗯，游行也有跟什么我们朝鲜的公司有些合作的那些。啊、嗯。就可以就可以用当公司的那些那个车子。啊、嗯。公司的车子。可以打车，也可以打车。对，因为我们碰到来这边做生意的，也做了很多年了，来这边就在火车上嘛闲聊嘛，嗯嗯，啊，说这边也挺好的，就说你们工作特别敬业，然后这个质量做得特别好，嗯嗯，东西的质量，那边建的挺漂亮哈，是山上的，是山上的，就我们朝鲜有个那个叫牡丹峰的，哦，是。这边算是小广场，对，小那个什么那个院子。院子。啊，有那上。晚上那这边晚上就是大家娱乐的话，会不会就出来跳广场舞啊什么的？因为在中国的。晚上也有跳舞的，也有出来跳舞的。就在大同江旁边，我住两个。哦，这边电视是，就是说那个电视台多吗？有什么电视啊？有。是频道吗？频道有好多体育频道，然后平壤频道、报台频道，然后社会科学频道，什么都有。电视是也需要额外付钱买吗？电视机啊，电视机。电视要需要付钱买，不是？但是这些那个房子呢，就是新建的、什么这些那个大街上的住宅楼里边啊，都配好了那些电视，然后冰箱。对，然后家具 啊，然后被褥啊，都有配好的。啊，我们行程有去看吗？这些？嗯。我们的行程有没有去看这些？那些房子啊？嗯，没有。没有啊、那没关系。就参观这条大街是吧？对，就溜达。啊，溜达。前面那个造型特别的那个是也是？那个也是全家的大街。哦。住宅楼。这都是住宅楼。都是住宅楼，一切都是住宅楼，一整条大街都是住宅楼。这些韩语是什么意思？啊？哪个？这些就这一些，我看到的。写的。啊。啊，商店什么那个卖电脑的什么商店啊，然后。啊。澡堂啊。澡堂。哎，澡堂我们有去吗？没有安排去。泡澡可以去吗？可以，你们。嗯、啊。三天之后吧，应该是三天之后有配好了那个。啊。南浦吗？不是南浦那个戏水厂，文秀大街上的戏水厂，在平壤比较大一点的那个戏水厂。像这边自行车多少钱？就自行车。自行车啊。那个价格不太清楚。哦、我看好多人骑的，在那个乡下。我感觉挺多。我们坐火车过来，一路过来的时候很多。结婚了，然后摩托车的也有。有个新家庭了，就给我们给了房子。那汽车一般就是说，政府给配的。我们自己不可以买汽车。啊。汽车的话，什么体育运动员，如果在比赛什么世界级的比赛中获得冠军的话，国家给他们送什么汽车，自己就专用的汽车。哦，应该有吧？那你们这边就是，你像在中国不是名人嘛，就是有一些明星啊什么的，你们这边的名人是？就是说是运动员吗？还是唱歌的？还是唱歌的也有，电影明星也有。电影明星也有。就这个楼吗？嗯。唱歌的也有。那就有电影院。也有电影院，每个大街都有电影院。电影院是多少钱？数据线。电影院。啊。电影院差不多。市民，啊，너뭔형상했더라？이거하하문자더라？몰라요，지구이라밀라봐요。好，来。